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时候了，在这个欢乐的气氛下，我们在今年的12月24、25、26，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分别在我们梅门实践堂跟梅门防空洞推出各自不同的圣诞节大餐。来到我们梅门实践堂，享用今年的圣诞节套餐呢，它总共有8种不同的品项。第一道呢，我们是用红色火龙果搭配气爆的红龙气机，让你吃起来撑满松气。再来的绿焰火圈呢，是火焰生菜佐酸奶油醋酱，带点酸酸的口味，用坚果的奶醋去中和这个沙拉的凉性。晶透酥卷用各式不同的蔬菜切成细丝再炒过，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蔬菜香味都在里面。松露炖饭加上一点坚果去煨出来的，入口即化。意式酥排我们是用纯的大豆蛋白去做的这个排，用一点意式的香料跟巴萨米克酱，带点酸味的醋酱，可以让你开开胃。再来，我们的浓汤是金瓜浓汤，是有2种不同的南瓜去熬煮出来的，加上一点坚果，非常的浓郁。最后一个甜点做起，我们是做双层果冻，是用椰奶跟草莓去做的。再到我们梅门防空洞呢，我们推出的圣诞节套餐跟平日菜色不一样。第一道叫红龙气息，前菜松露三丝，用松露做了凉拌三丝。再到下一道曼妙鱼香，是用山药去做出来的，很像鳗鱼的排。我们主食叫茄红炖饭，用紫茄跟红色番茄佐上我们酥嫩的豆包卷。白玉浓汤是用白花椰菜跟鹰嘴豆去细火慢熬，熬到入口即化。最后的点点叫怡巧克力，它是非常浓厚非常纯的巧克力。在梅门实践堂呢，又有精彩的特技表演的演出，那到了防空洞甚至还可以欣赏到我们的音乐跟魔幻的表演。以上我们防空洞实践堂2家的圣诞节套餐，欢迎大家提前预订。梅门行事不忘公益，其中梅门实践堂跟信义区区公所、梅门防空洞跟中正区区公所一起合作，我们将各分别送出10套的圣诞节套餐给我们邻里面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们。除了这10套以外呢，如果你还想要邀请更多的弱势朋友一起感受这份温暖，也欢迎一起来认购我们的圣诞节餐点，让这个圣诞节过得更有意义，更温馨。